我唔會講人哋，我話，識聽廣東話嘛，係啊，即係話，啊，我本人係粵東嚟㗎，啊，如果唔介意講幾句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好啊。啊，依度咧有個石碑啊，依個石碑咧就話俾我哋聽咧，重建嘅日子咧係1961年，啊，其實佢第一次起嘅時間咧係160年之前啊，因為當時咧香港啊係英國嘅殖民地啊，咁而見到磅碑嘅字咧，即係萬買啊，啊都係英國殖民地。 咁咧，政府咧就想揾啲人到香港咧，啊做警察啊、士兵啊或者獄警咁啊，嚟管治香港。咁當時好多印度人就嚟咗香港。咁佢部分人咧就信奉伊斯蘭教，因為當時咧巴基斯坦未獨立啊嘛，咁所以印度都好多人信嘅。啊，咁所以佢哋需要揾個地方嚟拜。所以最早嘅其實咧，呢個清真寺咧就好細嘅啫，啊一間屋咁嘅。咁啊後來越嚟越人多啦，咁就。 啊，揾咗個大嘅地方啦，就依個重建喺1951年之後咧，到而家咧都冇再改㗎。現在依個清真寺咧係政府一級保護文物，唔拆得嘅。咁亦都政府係俾錢係去一個維修啊諸如此類咯啊。咁至於旁邊四周圍啲咧，都係屬於嘅回教徒住嘅地方，係屬於呢個清真寺㗎。但係後來啲人住下耐咗咧。 咁就屬於咗佢哋㗎啦，啊，OK，啊，咁香港咧，依個係最古老嘅清真寺，但係另外嚟講咧，啊，一個喺赤柱啊監獄啊旁邊咧，都有個清真寺，個目的咧都係近乎依一度，因為當時好多一個管治一個監獄嘅獄警啊啲嘢咧，信奉伊斯蘭教，咁所以就有個清真寺，嗰個清真寺係第二級保護文物。至於你哋大家會見到有一個清真寺喺尖沙咀咧。 地蓋疊面啊！啊，就係嗰個咧，就係喺1820年之前咧，係英國啲鋸甲兵啊，嗰啲兵係一個兵營嚟㗎。啊，亦都當時有個細嘅清真寺，但係後來因為佢哋走咗，同時因為個地鐵建造啊，咁就破壞咗。咁咧就我哋重修，就起到而家咁大間。總之香港總共有5間長期嘅清真寺。 其實有一間臨時嘅都好大嘅，但係臨時咧，咁除咗依啲清真寺之外咧，好多啲巴基啊嗰啲咁嘅南亞裔人咧，佢好多時想嗰啲仔女啊近啲嘅地方咧去學習翻啲宗教嘅嘢，佢哋好多時好多個家庭咧就租一層樓，咁咧就揾人去教佢嘅，咁嗰啲起碼有40間啊，即係咁講啊，咁而香港嘅話咧，信奉伊斯蘭教嘅教徒嘅話咧。 中國籍嘅人咧，好耐以前係統計嘅，係大約6萬人到啦。咁如果係包埋啲印尼啊或者巴基斯坦任何國籍咧，香港大約係30萬人口。啊，咁而中國內地咧都有好多人信奉，啊大約係一個2000幾萬人信奉，啊但係如果係以百分比係比較少，唔會超過3%左右。啊，咁有時大家當傾偈咋嚇，你會覺得喂點解咁少人咧？ 我要話俾你聽，全世界啊，信奉伊斯蘭教嘅人咧係有23%，好犀利㗎！4個人差唔多有一個人信㗎啦，啊，亦都係全世界3大宗教之一。以我自己嘅諗法就係話乜嘢咧？因為我哋嘅宗教啊，一個同普通傳統嘅中國人咧係有啲分別，因為中國人咧係好孝順啊，啊，敬祖先。 唔會數天亡早，係咪？咁個個好多都話拜祖先啊，即係咁講。同埋另外咧，中國人咧好中意食嘢啊！啊，你叫佢唔好食豬肉咩？唔好食飲酒咩？好難啊，明唔明先啊？咁我哋撇開呢啲唔講，不過只係帶出嚟個原因，明唔明先啊？所以我成日講埋一個嘢，宗教你初時嚟講，你當一個學識，當一個知識冇問題㗎，信唔信冇所謂。希望當尊重啊！喂，咁得意嘅，點解伊斯蘭有呢個宗教啊？究竟信咩啊？ 當一個知識咯，係嘛？咁我講翻轉頭嘅話咧，其實嚟講，千祈唔好誤會，以為我哋嘅宗教係對自己祖先唔好，啱啱相反。我諗全世界嘅宗教冇一個話會即係同我哋爭人好遠啦，唔好話我哋好叻啦，係嘛？因為點解只係我哋講一樣嘢，我哋嘅宗教係講一個邏輯啊，係好講哲理嘅，明唔明先？ 我哋話相信呢個世上咧，只有一個神嘅啫。啊，我哋講個名叫安娜，係古蘭經講嘅，叫安娜。咁我哋只係崇拜佢啫，只有所有其他嘅嘢咧，都係被造嘅，甚至乎任何你話耶穌好、穆罕默德聖人好，或者我父母祖先好，都係佢所創造嘅。所以我哋嘅理論係好啱嘅。
我哋唔能夠拜佢，我哋係應該係好懷念佢，好尊敬佢，好多謝佢，好感恩，明唔明？但係佢有冇個能力係俾我哋去求佢，俾我賜我哋福咧？係冇嘛，係咪？所以我哋每一日嘅話，你估有邊個人好似我哋咁犀利啊？一日如果虔誠嘅計，你五次拜，每一次禮拜最啱尾個動作就打坐，舉一隻手指就話俾神啊，我只信你依世上啊只有獨一嘅神，無可物都係使者，跟住就會求神恕饒我自己嘅罪過，恕饒我祖先嘅罪過，所有人嘅罪過。無論如何信奉好唔信奉好，希望能夠引導佢成為個好人。咁你可以想像一下啦，你信任何一個宗教，你都係求你自己啫。你話你信咗我哋嘅宗教，講笑咋嚇？有十幾億人日日同你祈禱啊！你話真係去邊度揾啊？即係所以唔好誤會嚇，其實真係我哋嘅宗教係一個破愛嘅宗教，真嘅唔係講笑嘅嚇。我哋喺有叫我哋噶，我哋祈禱千祈唔好咒罵人哋嚇，只係求人哋。明白，所以就算而家 ISIS 咁衰都好啦，我哋都唔會啊希望剷除佢啦，我哋希望神引導佢啦，改變佢哋啦，嚇，希望佢哋唔好極端啦，變翻個好嘅，嚇 ，OK， 嚇，可以入去參觀下。都唔緊要嘅，唔好咁規定啊，因為咧。即如果你哋洗係最好啦，冇問題啊。因為咧，你哋係遊客啊嘛，嚇，即係多謝你哋尊敬我哋嚇。OK， 係洗入去就嘢要除鞋嘅，嚇，只係除鞋啫，襪都唔使除嘅。啊，咁啊，導演咧就都認識呢度嘅。好，冇講冇講。好，都認識呢度嘅人係啦。因為因為我打高爾夫球嘅，係啦，咁呢度差唔多，我諗。九十年代咯，千禧年之前係啦，聽到嘛？千禧年之前，香港曲棍球隊男子隊我諗八成嘅人都係嚟自呢度，係啦，呢度出產咗嘅香港曲棍球代表隊應該超過60個，咁同我同年代嘅有即係好出名嘅阿里四兄弟啦，咁阿里四兄弟屋企喺呢度，頭先我先見到佢爸爸，係啦，係啊，佢拍咗部 movie 㗎，係啦，我都有咯，咁啦，咁咁因為識咗好多年啦，咁我諗我應該幾五六年前就幫港台拍咗個紀錄片，其實就係講呢度，咁叫我們的摩羅廟，咁就你上網 search 係 search 到嘅，因為港台已經擺上網，咁裏面就阿肥媽以前都住過喺呢度，係啦，啱啱樓梯底嗰間，係大灣區，係啦，咁佢係而家大灣區，係啦，佢喺個節目裏面就提到合記咯。係啦，就係佢哋以前好窮嘅時候咧，即係冇錢咧，咁合記係會赊數咯，係啦，即係等月底出糧先至還咯。咁所以阿肥媽佢哋即係呢度比較老啲嘅街坊就會好多謝合記，係啦。咁所以頭先講起合記重慶森林就係、是，即係嗰間合記就係嗰間合記。咁如果你上網睇翻我們的摩羅廟，你就會知道即係合記嗰件事。係見到阿合記嘅老闆。係會見到合記嘅老闆，係啦，會出。我而家唔知仲安唔安在，係啦，即係好老咯，有個就係一件咁嘅事。咁我就要問，係啦，要佢借票啦，要佢借票啦，唔係啦，要佢新歌寄錢，係啦。佢就喺度影翻張相，影埋借，影多張相。哦，邊個為借？